哎，这好像不是拉腰，哎，这是练腰，哎，这是练腰的，拉腰，我有一个，来，刚才那个动作，对，这个躺下，然后老过来，对，拉到吗？拉到哪里？腰啊，我拉到，哪里一个地方啊？不是这是，我拉哦。 什么神人？我试一下，是这样吗？直的，直的，直的啊，直不了，哇，直不了，啊，欧爷，欧爷，欧爷，感觉到，感觉到，感觉到。好，接下来有请红队，太简单了，杀田，杀田。 杨幂，我觉得有一部戏你可以去演，叫《人猿泰山》。哇哦，哇哦，问你说，蠢齐王，普通话怎么说？三二一，秦始皇，对吧？对，是秦始皇。嗯，在说什么？兵马俑，秦始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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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因为那个发音在广东是蠢齐王，对吧？所以普通话我们就觉得唇齿牙齿啊牙齿 ，OK， 唇齿王。我说唇齿，唇齿王，当普通话被人家发上网，现在还在发，三年前的东西，你不要犯这种错误，你六年以后，人家还可以把你的片剪上去网上。 我说完这个，你又会尖叫。每次下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，唉，啊，打不进来了，雨，有没有？不紧要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好啊，明天望穿云天。就我们小时候的广告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经历的东西啊，我现在是走你后面的路，就是你的年纪的经验。 就是我开始老了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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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投入很投入跟李晨哥撕啊，你好好的别跟李晨哥乖乖的。